你以为我做教练系求捞啊？捞？如果系咁，我点解要逼我啲球员突破极限？点解我要搞到而家众叛亲离咁折堕啊？球队赢波，观众同球员都可以兴奋，但系唯独得一个人唔可以，嗰个就系教练。因为兴奋等于满足，满足就等于冇突破，冇突破，我哋香港冰球永远都只系煮饭仔。我知呢度好多人唔中意我，话我戆居，但系咁噶啦。呢个世界嘅路就系一个一个咁嘅戆居佬行出嚟噶嘛。系，有阵时我哋会行错，有阵时可能睇唔到尽头，有阵时见到一个又一个人放弃。但系无论点样兜兜转转都好，我哋都只系得呢条路可以行噶咋。直到有一日，当我哋呢班戆居佬行到终点嘅时候，我哋会好自豪，因为啱嘅事，一万年都系啱嘅。I'm not doing this. 我是一个香港冰球教练，